一爬爬不动。确实啊，你让他爬，他爬了个试试。确实爬不动，我也想着刚才爬了个。吃点劲儿，没事没事，别演，我不用你演。架着的，都弄不动你。你们还有下面的事呢。一打手，一使劲，我都捋不动他胳膊，那怎么办？哎。加微信“新舞文化拼音”学习胡玉涛老师课程。来，换边爬去，换边爬是个办法。换边爬，一爬，如果你累，哎呦，可以，换边爬是个办法。还有啊，顶可以，但是顶还是危险。我个矮，他个长，他胳膊长，顶本身就短，我得进多深才能顶？可以。灌可以，但是个儿矮，打个儿吧，用拳头就短了，就得用单。咱们为什么有松的放长技？如果还是这下爬山，一爬一样不了。啊！我给你放个慢动作啊，架住。那老李，我打没打到？我知道我带鞋子，没见着啊！那么多堆，我没见着。